看这140的戒指是啥啊。我操，这他妈故伤好高啊，故伤国标14，一个报了7，一个报了6，一个报了1啊，总共报了14，然后上牌是41，41还加故伤，极限故伤啊，这故伤这他妈宙斯无底洞，这个报的太过分了。老板我给你算一下这要四伤害多少钱啊，41加21再加20再加15，我操，四伤害97，四伤害价格你这个戒指要是四伤害价格你随便说就行了啊，爱卖多少卖多少。来再看这项链怎么说，哎呦呦呦，这小资源整挺别致啊，咱们是拿12段合力实力子和13，这俩13和14是吧啊，先检查技能啊，友情提示保持技能合成最高7级，没有更高的了啊，碎了没法赔钱啊，兄弟们免费停车，车损自责。成功14 OK 啊啊，镶嵌上去吧啊，谁叫你喝的，那不要紧，这赔钱不怕，赔他两个12一个13嘛，基本上还能赚个1800的。看老板的项链的灵力啊，刚才咱们算的是国标169，用14段宝石乘个6减去253啊，最国标是169，千万不要169。那句话怎么说的了，弯啦弯啦。